王家当归鸭肉面线，人超多，人超多。今天第一站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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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肚子很饿。这跟台中的不一样，这叫做刺枪酱。刺枪酱，台中是中泉，对，我们台中是中泉新方圆。哎，他们一次就是一罐酱放在桌上，好屌。还有阴阳酱，他很认真在倒酱。米血，米血，就你们三个都米血啊、哦？我是汤而已。他要饭，跟一样是饭。对，因为我只想喝汤，所以就点一个。好香哦。Thank you， 我的鸭肉饭。哦，哎，我觉得它这个酱油很赞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鸭心。哪里一个一道介绍？鸭肠。然后这是鸭油拌高丽菜。哦，鸭肉。哎，这好大一盘哦，这样子多少钱？150而已，超便宜耶。嗯。我们这样点这么多，才500块耶。我们点500块。哦，对焦。500块，哦，看这个角度刚刚很漂亮。我们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很好吃，吃饱喝足了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我们即将要进入。你装可爱，我想打你。我真的想打你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我们即将要去第二站 ，Go！ 我们来买这个神农湖北神农青草茶，结果我们都喝柠檬冰，对，柠檬汁。它里面是加小碎冰，因为它这样很大杯，才25块，是25还是35啊？35。哎，我觉得它不会酸哎，很顺口。它不会酸啊。对啊，是很顺口的柠檬汁哎。它是好像不是纯柠檬汁，它是柠檬草，然后跟什么，反正它是柠檬草啊。反正它是很多相关去配出来的。因为其实我本身有点怕酸，可是这个感觉我可以接受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去夹零食，夹子圆。红董大显身手，还好啊。我们看，我们1000块可以夹多少东西？你要夹的吗？试看看。好。哇！马上就有了。哇！有了。40块。40块，你贡献了多少钱？20。那一罐是我推到前面的哦。他夹多少？你给我夹。下面你帮我夹，快点。那我就夹啊。再夹。推的冰店，它叫做冰角放空，很多人的感觉。附近其实也，我觉得绕一绕还蛮好找停车位的啦。对，耶，它在这里，看得到吗？蓝色招牌。耶，进来了。它的菜单冰棒也不能吃，都有图片，这是真实，就是送来就是长这样，对不对？一个水果的，一个没有水果的。毕竟有人不吃水果，不用强调好吗？那你就点一个巧克力的，它的巧克力的是苦的，也蛮好吃的，我平常也会吃。可是我觉得这抹茶感觉很好吃耶。那就点抹茶。这珍珠奶茶感觉也很棒，店长推荐。这白色恋人也感觉很赞。你要不要在这边打工，亲爱的？我们点了一个
草莓，冬季恋人的草莓。你看它图片长这样，等一下看它来是不是也长这样？冬季恋人的草莓，还有黑色风暴，黑色风暴。哎，它又有炒饭哎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刚刚放饭锅，好酷哦！它好跳动哦，它的火锅是羊肉炉，跟麻油鸡汤。来了，什么什么？哇，这个分量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五颗草莓。对啊，五颗草莓。草莓，你看外面。这好少女哦。不是五颗草莓，是后面所有的冰都是草莓做的。这个也是草莓砖，对不对？不是草莓酱哦，它是用新鲜草莓用成汁。砂糖做成汁，然后做成冰砖，然后再把它磨成这些雪花冰。然后再送上了五颗草莓，是新鲜的，不是冷冻的。新鲜的哦，等等，耶，巧克力上来了，这应该是大人的巧克力吧？对，它是大人的巧克力，这是苦的巧克力，巧克力酱。巧克力酱是甜的，然后本身巧克力。哎，它真的是很扎实的感觉，你挖下去的时候有点力量，你知道吗？那巧克力真的很扎实，可是有点偏苦，所以比较回腻。它上面有链，好吃，对不到焦，对不对？对到你的脸可能要折掉。哎，它上面的这个香草冰淇淋很硬哎，是不是？这也是自己做的。对，香草冰淇淋。哎，我觉得巧克力跟香草那个搭起来很搭，很搭，很搭。因为这个有点苦，这个比较甜，这两个喝起来很刚好。哎，它真的很黏哎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吃，你用挖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扎实度。现在已经重复刚刚肖总说的话，它是红豆，它是肖总红豆做的，就是他老板有自己的坚持。他对于他自己的品管的部分，他每做完一道，做完一种冰的种类之后，他就会把他的器具全部都是消毒过，然后清洗过。然后还会再做下一个，下一道的就是这种雪花冰。明明就是一两句话，你可以讲这么久。我就被搞，我拖延枪稿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帮你制造增加点那个分描述，这个也不要。我也都是描述。他被物化了。对，你看他们都会做好消毒。那我们这边有家店，然后他的目录上面就写说。在忙的时候可能招待不周，不忙的时候可能也会招待不周。收起你的礼棒，说好了云林人不打云林人。谁跟你说好的？请问是什么时候跟你说好的？我不是云林人，对啊，云林人，我们可以拿我们自以为的老板。对啊，他菜单上面就有写的。噔噔，冰角放空。赞赞，我们已经吃到了第三站，下一站是回去休息一下，然后晚上再看等其他朋友会不会来一起，然后我们再计划晚上的行程。拜拜，我们来到斗六妖怪街，哦，这一整排都是吃的，我们要去吃我们的亚都铁板烧。铁板烧，亚都铁板烧，哦，也是老字号。他说他从小吃到大的。精致配菜，单点的量会比较多，你就要拿一个价格这样子啊，我就帮你做这样。这是猪肉。他们家蒜片，我很喜欢吃铁板烧的高丽菜，油油亮亮，很好吃。快帮我加点辣椒下去炒，很干心，很干心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师傅很贴心，他都会专人测试。像我们有的人不吃辣，有的人不吃葱，有的不吃牛，他都可以。为我们服务哦，这是师傅帮我们配的。我第一次在铁板烧吃这么多种类的东西，真的。我以前真的就只有一个主食跟一盘菜而已。它这个里面有加干贝，而且它这个酱酸酸，有点很搭哎。那个不知道什么酱哦，橙汁酱啊。
好吃。他现在只会帮你剥好壳而已，好贴心。嗯，小彩琴也是一直吃吃吃呢，哦，好吃哦。好吃，都讲不出话了。我继续吃喽。好。特制没有葱的秘制鸡排。有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。对啊。都是这里的招牌。谢谢。我要认真的吃，因为我要讲感想。看哦，小心。端一端一端一端，你就会想到阿豆了。让他讲完，让他讲完。这跟阿豆有什么关系的？我也吃不出来跟阿豆有。你的阿豆很特别呢。阿豆是日本人。奶油的香味啦。我只能说，我们年代不同。好吃，可是跟阿豆没有什么关系。好吃，好吃。吃完之后有没有想到阿公？还是想到阿公？但是我会想到阿公吧？没有，我就是只会想到你啊！你是我的阿公啊！但我会怕。我刚才也吃很多哦。我本来就很会吃。真的吗？你在我印象中不会啊。没有，大家看我的样子都觉得我不会吃。没有我。那你知道你跟我相反，我看起来很会吃，实际上并没有。都吃到哪里去了？这么瘦。数一下我们到底吃了多少种类。好，你先吞下去，你先吞下去，我不逼你，我不逼你。九种，九种，哪九种？我没有吃到九种。秘制鸡排、牛肉片、香煎炒虾、培根干贝、培根冻、鲷鱼片。十几样东西，一个人多少钱？300块。耶！拜拜。还是会打工。我们吃的很饱。哎，我们吃超干净的哦。对，光盘行动。耶！